这个你们好吗？这张专辑《无病呻吟有情抒情》哦，里面除了在放屁之外，其他很多是在讲妈妈跟我之间的这个关系。所以其实哦，妈妈跟你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。但我当然说的是你妈妈跟你，我妈妈跟我了。那这首歌送给你妈，送给你。Let's go。也送给 Cody 他妈。还有你妈。Put your hands up.